下一题，做实验有个质量20公克的固体放在绝热，绝热就是热量不会进出，容器内每分钟供热100卡，测的温度关系如图，请问你融化热是多少？好，来，温化热是多大？老师说从最后的问题想起，最后的问题是问融化热，问自己有什么公式有融化热？没有啊， H 等于 M 乘以 Q。那要算出的是 Q 融化热，需要知道谁？需要知道 H 热量，需要知道 M 质量。题目已经有质量二十公克，需要热量。这里的哪一段是在融化？6分钟。不对，6分钟结束。2分钟到6分钟，所以2分钟到6分钟的过程就是所谓的融化过程。2分钟到6分钟融化过程，所以这里的吸热是提供给融化热用的，融化热用的。那每分钟供热几卡？100卡。2分钟到6分钟，水带进去。啊，2分钟6分钟，4分钟，1分钟100卡，所以乘出去就是它 H， 然后等于 M， 20 Q 不晓得，然后后面就是数学做计算，所以答案叫做20。所以我们答案选 C， 所以我们答案选 C， 要算融化热。算融化热啊，我讲过了，这个图表格这个图形上给数字就可以做计算，所以说像我们可以求融化热啊，同理我也可以让你回去算，我可以让你回去0分钟到2分钟，我可以让你去算它的比热，可以算它比热，那我们就来说好，那下一题，下一题，这里做实验88888，请问何者正确？选项 A， 选项 A 跟选项猪不用算，看就知道了。如果正好有对的，就表示你这一题不用算了，答案就出来了。可是呢，选项 B 跟选项 C 是要算的，要算的才知道它那个是对还是不对，才知道对还是不对。好，请问怎么弄？来坐一下，请人上来，请人上来。你们班有35号吗？有。35号。28号。班长和女生4号。35号、28号、4号，请上来。选项 A 跟选项 猪 不用算，看就知道了。但是选项 B 跟选项 C 要算。你们写的有个共通的问题，你当初在写的时候你不知道答案多少，你不可能直接就先算 C 融化热，对不对？当然融化热比较好算，所以其实你要算两个，因为有两个要需要，因为有两个是需要算的。第一个不用算的，不用算的，看图就知道了。熔点应该是45度，所以 A 是错的。第二个也是不用算的 ，C
四到十二分钟是融化过程，八分钟的时候在融化过程中，所以它是故意共存，所以猪也是错的，这两个都不用算，但是剩下两个是要算的。零到四分钟是固体，零到四分钟是固体，要算这项公式叫做 H 等于 2MS delta T， 然后我有四分钟，每分钟供热五十卡，加热二十公克，温度从十度变成四十五度，所以公式写这样 ：H 每分钟五十，四分钟乘以四 ，M 质量二十 ，S 不知道，比热，高温减低温，四十五减十，所以算计算完之后，算出来是七分之二，所以选项 B 是错的，对的，选项 B 是错的，然后你才会再去做。融化过程就是四分钟到十二分钟，四分到十分融化过程，计算公式 H 等于 M 乘以 Q，H 四到十二分钟八分钟，每分钟给五十卡，所以五十要乘以八分钟，十二减四八分钟 ，M 二十公克 ，Q 不知道，后面数学，所以答案是 B， 每公克二十卡，所以答案是 C。你们上来都只有直接写了 C 的答案，可是你有算出，你知道怎么算出 B 的答案对不对吗？啊，你在自己做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谁对谁不对啊。而且正常你会照自己做，你会先算，你会先算比热对不对？你要先算比热比热对不对？但我讲过，融化的比较好算，因为公式比较简单。好，所以我们答案选 C。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？没有，很好。